大家安安，来玩一点不一样的手游。如果在玩 RPG 游戏的话，有玩过的人可以尝试看看这一款。这一款真的是，估计是我目前为止啊玩过手游里头真的是感受很爽快的那一种哎。它如果你很集中、很集中、很集中玩这款游戏的话，它其实45分钟你就可以练到110等。干，这个人怎么可以骑鹿？生气，怎么又一只鹿？白痴哦，他们的怎么看起来都那么高级？然后再来就是这款游戏，我觉得他的代言人选的非常的好，因为周小兰她很仙气，这款游戏又那么的仙，所以他选的人是完完全全的就直接切中到了，我觉得这样子超棒，仙到不行哎，连里面角色其实都超仙的，哎，周小兰代言之后整个受不了哎，怎么可以长得这么正，超级无敌正的哎。那这一款的话，它的世界观是皇权。还有江湖，它比较不一样。这一款它是带了江湖，又带了那种势力的对决，会比较重蛮多男生的心。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，哇靠，叫一个天若有情，听起来就是女生的游戏啊，男生要玩三小。不要不要，先别别，先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有这种想法，大家先冷静。可是我觉得在介绍整个游戏来说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先从人物开始，因为这一款的话，其实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捏，我就只有微捏一下。所以我们可以先好好的来玩一下捏脚这件事情哦。我前一次是玩这个，我玩近战的，就拿双刀，拿双刀的女人真的是正到不行哎。不然捏个法师脚好了，太香了吧！先稍微选一下，里面的话发型还可以再变。哎，对不对？我真的觉得怎么选都是这个短发的超正哎。这个短发有点让我燃起我剪短发的欲望，我选个金色好了，这样弄起来会不会像金色笨蛋啊？然后再捏脚的话，它真的是分超多细节，超级无敌多哎，它就可以直接拉一下额头，捏个方墨，哎呦，捏个方墨这个想法挺不错的哦。发色的话就是黑的，方墨墨姐哦，墨姐的脸也很小哎，紫燕的脸就偏大，跟我本人一样。欸，不行，我跟你说这款游戏怎么捏起来都是很可怜，很就是觉得好像被欺负欸，每天都在被欺负欸。眉形墨姐应该就算平眉欸，眉毛真的是可以改变一个女人欸，这个好像比较适合墨姐，因为这个眉毛让她看起来比较历练一点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然后墨姐的眼影是带深色的，墨姐的脸好像没有什么，只有微微的腮红吧。哦，墨姐的唇色倒是蛮红的，还是我已经在捏小墨本人，已经不是在捏方墨了，这样感觉比较像一点了吧？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抓到啦，自己先讲，很怕捏出来根本就不同人，应该是可以啦。好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我觉得我捏的还算可以了吧？还算可以吧，我们把镜头拉大一点给大家看一下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身材也是，我怎么捏起来长得像咪菲啊？欸，我这个侧脸就是咪菲啊！我的天哪，我怎么捏成咪菲了？欸，超像欸，我捏完长得超像咪菲欸。大家知道咪菲是谁吧？他进去直接变咪菲欸。我的墨姐怎么变这样啦？我怎么这么会捏？捏了一个真人出来。不好意思，咪菲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我要来玩我的本号了。我看一下我这只，我这只本人应该就不像。其实我这只反而捏的比较像郭学福欸。一共会有几个角色？目前来说的话是四个。四个角色的话，它分为男女近战跟两个男女的远程攻击。近战的话，男生是拿大剑，女生是拿双刀。我这次就是拿双刀的。然后另一个女生的角色是法师，再来男生是弓箭手。在创角之后呢，其实他就会要你跟着主线任务走，然后他就会带领你到100多等这件事情。我觉得超级无敌牛，好吗？再来跟你们介绍坐骑。坐骑的话，因为我目前的等级还没有到那么的高，我的坐骑都是四只脚的，可以喂它吃东西，吃了之后它升阶就会战斗力提高。当然它坐骑还是会有功能的。另外就是会有形象，形象的话，我前面一只其实是狼，有一只二哈，再拿到的话是这只。它还是有分阶级的，蓝色、紫色跟橙色、红色，就是每个阶级它的战斗力也会不一样。然后再来就是往上看的话，它其实还有会飞的，
就你可以骑鹤。那我超想要这只哎，四天玄鹤，我觉得鹤超可爱的。啊，原来刚刚大家骑的是这只无心玄鹿。你有前面的坐骑之后，后面会有时装。天若有情的话，它都主要是以玄幻类型的。只要你有在看小说，你大部分刚刚看到的坐骑，应该过往你都有看到过，就是都往这个方向去出的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东西是在坐骑旁边是灵书啊，有人在结婚，可不可以不要在这边放闪？灵书的话，它也是有分非常多阶层，战斗力的话也是比较不一样啊。我弄了一个小菜鸡哈，就先拿一个环吧。这有猫哎、欸。太可爱了吧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这不要太过分哦，直接骂人啊！晴天娃娃好憨哦。然后另外呢，除了单打独斗之外呢，其实这个系统还多了一个叫做门客。门客的话，他会一直跟在你后面，有点像小跟班的概念。小跟班的话，他就会帮你一起攻击，这也是蛮多江湖人物都会成为您的门客。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是叫绝地战场，绝地战场的话是在这，我先试试看单人我打不打了。绝地战场就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9点到9点半都会开，哎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打，因为它有时间限制。哦，怎么突然进到一个动画了？我看一下，小鸡去哪？我是被杀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我一定要再挑战一次。它叫大吉大利边境吃鸡耶。我靠，我跟你说，只要是红色血条人全部都应该要被杀，我要再追击了。哎、欸、我死超快了。对啊，他是多人混战，所以我应该要生存到最后，然后不要理那些人。我跟你说，我要再生存一次，我就偏不要组队。我等一下只要传送到这，我就往外冲，我要一直待到最后。我真的是被当菜打哎、欸。不是啊，不要打人啊。我要进圈，我要进圈，我要进圈。27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已经进步了。哇靠，谁啊？等等，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？感觉可以吃哦。哦，增加移动速度。哇靠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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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跟你说，那个人真的很过分。好像人在哪？我在另一边。这样是对的吗？请问这样是对的吗？那些人看到我跟我欠他们钱一样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必须说，因为他这个时间点是我在玩之前都没有碰到这个时间的，他是9点到9点半的时候的一个内建吃鸡的小游戏。我刚才在毒圈外，难怪我血一直掉。大家记得要看地图哦，地图要在那个圈圈里面，你才不会一直扣血。但那些小王八蛋们真的是看到我跟看到什么鬼一样耶，还是他们想要把我抓去取哦？给你们呢，就是不要啊。所以如果现在刚好你有在玩天若有情的话，那就可以顺便去玩一下，就是刚刚我介绍的那一款绝地战场，就可以来吃鸡。哎，掉一个旗帜啊，我应该死不了吧？太搞了。开射就用力射，有了！看到底是在吵什么吵？吵到不行！人家在旁边建工位，他在那边吵。但我捐这个，自己会长捐这么少，是不是太对？看，好可爱哦！你骑猪哎，好可爱哦！怎么会是猪啦？怎么这么大一只嘛？这猪跟这个猪跟老虎一样大，怎样？扮猪吃老虎哦，好够可爱的。看一下我们的活动，借有一个门户任务哦，他的门户任务也是自己来的。哎，我们还可以学习阵法耶，好像不错哦，还可以有额外的商店仓库。你跑来这边做一下，凭什么你们都有猪啊？妈蛋！怎么都有猪？还有人结婚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些不要脸的家伙们！你在玩那个吃鸡模式，现在还有存活？真假的？哎、欸，吃鸡模式我真的是超不行的，因为我本来就不太会吃鸡了。然后还有一个是这款游戏的话，它还有一个蛮厉害的地方是叫王权交互玩法。
它就是王权战，就是要建立你的王权之后呢，就应该是会互相的攻打。那这件事情是礼拜六才会开启的，应该就是这个帝王争霸。帝王争霸的话就是门户跟门户的打，我自己个人蛮喜欢这件事情的。但是呢，如果遇到的是大课长，遇到大课长的话，估计应该是扛不太住。可是我觉得能够有工会之间的切磋，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白话一点讲，就是礼拜六会有一个工会战的意思，然后门户的任务你们就可以试着把它解一解。结婚这件事情哦。哎呀，好，我还等级不够是不是？我现在是哎，还不能结婚，干单身狗没有权利耶。现在是让我未成年是吧？我生气了。然后还有兴趣，然后还没有载的话，其实都可以在 App Store 跟 Google Play 搜寻《天若有情》都可以玩。以上就大概是这一次的重点了，就是这些都可以去好好的玩一下。麻烦了大家，好不？我在那边偷打人。